走了。去 Costco 逛一下。哎，这个特别特别没有这些地，特别的特别。汤圆圆，冻鱼圆圆，那什么圆圆好吃。先去那个先去接他们。几点呢？哦，那再等会吧。啊，可以，你刚才出来了没有？还没出来呀，还在飘雪。娜娜来了，娜娜他嘞，卡丁西卡了，还没出来，他是又去那里玩雪了，他肯定又在那里。What? How did I come faster than her? 今天冷不冷啊？那很冷啊，说的要他哎呀，冷吗？哎呀，哎呀，我哎呀，我两条啊，哎呀，别吵啊，抖一下嘛，抖一下，哎呀。帽子抖一下吧。Oh my god！ 哎呀，你又在地上滚了。好了，我们去 Costco 转一转。Costco？ 对呀，主要去 Costco 开仓。下午茶，吃下午茶。他们肚子饿了，要先点点东西吃再逛。披萨跟什么热狗？你俩吃披萨呀？好了，要不吃热狗？要不要放甜点？你，你拿给你，看呀，看呀。啊，你跟康乐一起换一个，一人换一个，试一下。看完了。Okay. No. I said no. Actually, okay, fine. Actually, okay, fine. Oh, which one is it? Okay. Okay.你看外婆的新吃法，嗯，不是这样子，人家是拿个包在那边挤进去，你这涂上去，涂上去也可以。哎呀，太恐怖了吧！饿了。他老师今天在学校第一个休息的时候就把今天带的吃的全吃光了。那我说，那你第二次休息的时候不是看着人家吃了吗？那你今天饿坏了哇啊！明天要多带一点了，是吧？这是蓝牙播放器哦 ，LG 的不？嗯。Jelly bean 啊，$80。你要一个干什么 ？I don't know。走了。外婆都已经。消失不见了，这不是你的 computer 吗？多少？1300。午餐还是那个巧克力饼还是这个饼？裤子哦 ，Hello， 哦，这个是女孩子的。女孩的紫的紧身裤两条，阿迪达的哦，两条才9块钱，这样子的。男孩子的裤子，卡老都不穿牛仔裤，为什么？10块钱。Oh my god！ 你喜欢穿牛仔裤吗？不喜欢。No。他不穿。这个呢 ？No。这是也是10块钱。10块钱，他要不要穿这个？他不穿，睡裤两条7块钱，小朋友的吗？对的，好便宜哦，比女士 CK 睡衣啊一套，才15的，还有黑色的，黑色的跟这个蓝色的，泳衣6块钱，但是后码只剩下16号跟18号。这个小孩子的，哎，谁给谁在填的海？My Carlo really likes pink. No, no. It's bad pink. 怎么可能？这里，这个。Carlo likes black because Carlo's emo. 这个，哎呀，别玩了，这个喜欢吗？OK 啊，那就买个吧，10块钱一条，还是冠军牌的，
这有点薄了呀。不准再买了，太多了。嗯。Can we return my the black one and get this one? 30。哇塞，最近 Costco 卖这些东西都卖得很火，越来越多。有 Lego 啊。I love flowers. Flower. Yeah, this one. 挺贵的哇，65块。Oh my god. This one's cheaper than flowers. 自己拿钱出来买。This one's cheaper than flowers, mommy. 啊。See? Wait, not that one. Oh. 我说你们自己拿钱出来买玩具啦，然后他们就不舍得买了，太好了。I hate muffins. I love muffins. No, we don't get muffins. We get cookies. Unhealthy. These are so unhealthy. Huh? No. Those are so unhealthy. So much sugar. Paul, you think cookies are healthier? Uh-huh. 不买 muffin, 买 bagel, 是吧？ Yeah. 好吧。That's what Carlo wants. 哎呀。它是这个饼要包着这个虾，还有点菜，还有酱。这么高级啊，25块钱，新品，鸡小腿95块，这一盒10几块钱啊，嗯，哎呀，买一盒吧，买小腿吧，小腿便宜一点，大腿这个，嗯，番茄汤啊，拿吧，哇，你真的很不客气。韩国粉丝，微波炉快餐，里面有6包老外的橄榄，五花八门。这是要怎么吃呢？这样子的吧，一大罐，腌的。啊？你不是要买牙膏吗？我知道。嗯。是安的多。我看西多。西多。金多。嗯，没得没得。Oh, never mind, we did get stuff. 嗯，走。今日消费70刀，买了一小袋。吃饭喽，今天4菜1汤，看起来很多，其实也没什么，都是菜类多。这个是海蛎豆腐羹。这个很好啊，海蛎豆腐羹啊。哦，多你给吗？这么好的菜，吃点饭吧。中午我也吃饭了。这个叫什么？三文鱼。炒啊。三文鱼。嗯。炒啊。炒。我炒了。哎呀。要吃。吃完之后，这餐饭我今天的任务完成的差不多了啊，可以。可以早一天了。过一天了，明天重新新的工作又有了。正好现在吃饭，天还这么亮。嗯。嗯。Shoulder finger。吃饭了。要讲了。